大家好，又到 Lily 靓妹推介时段啦。今日想同你哋介绍翻一间君临天下，啱啱装修执漏好晒之余，仲要系位处大丹边，可以睇到开阳幽静嘅海园景，亦都连埋一个市政接入400万嘅君临天下车位一齐卖俾你嘅优质新仔三房套露台卖半单位，想诚意同大家推介。记住登入我的 YouTube 频道 Lily Chum 沈厚利，按订阅 Subscribe， 然后按钟仔，那你就不会错过每一集精彩的内容了。今天要跟你们介绍这间位处大丹边的三房海园景露台卖盘单位，是位于君临天下的三座中层 D 室，实用面积1062平方尺，一层是有六房，附设有三个升降机，而它位置自成一角，在边边位置私隐度非常之高。唔讲咁多，我哋一齐随下入嚟睇睇啦。入到嚟，首先经过玄关位，右边咧呢度就系附设 U 型工作台位嘅厨房啦，非常之阔落，亦都系够晒光猛。喺呢度望出去，可以睇到开阳嘅原市景。而基本嘅设备亦都包括有抽油烟机、明火煮食、电磁炉、微波炉、雪柜同埋洗衣机都系一应俱全。而工作台位非常之阔落，两个人煮饭亦都系好充裕噶。而对面呢，正正就是工人套房，未计浴室位都超过34平方尺，有窗之余够晒方正，仲有埋冷气机添，绝对可以俾到工人姐姐一个独立嘅私人空间噶。里面仲有埋一个有窗嘅浴室，非常唔错。成间房都系方正实用，绝对容得落工人床，仲可以做一立深厚嘅收纳柜或者咧吊柜，亦都系绝对冇问题噶。再者，经过玄关位，再同你哋一起睇睇呢个长而光猛嘅客饭厅啦。大概咧系有260平方尺，非常之深长好用，亦都系够晒光猛。喺呢个大露台望出去咧，由左至右啊，可以睇到开阳嘅南巴拿海峡，同埋九龙站上盖各个贵重物业。远处亦都可以睇到部分嘅狮子山景。望翻落去，亦都可以睇到极有层次而幽静嘅九龙站上盖公园景。景观是非常之立体，而且够晒有层次的。而这个露台呢也都很好风，我一路拍片呢，虽然今天很热，但是呢也都感觉很凉快，超加分了。再者，我们望返入嚟客饭厅，楼底高度介乎有7.3至9.1尺，够晒方正实用，放家私完全没有难度。再来跟你们一起介绍睡房区，这里呢是有三间房。近厅呢间房大概超过65平方尺，非常之方正，而窗台位唔再讲，亦都可以加以善用。呢间房咧附设咗有一个 L 窗，可以增加房间嘅采光度，非常唔错。而呢度啊，绝对容得落张双人床，仲可以放埋书台，同埋做一立高身嘅收纳柜，绝对冇问题，可用嘅空间非常之多噶。再嚟隔篱呢间房咧，接近70平方尺。窗台位唔再讲，亦都可以完全地加以善用噶。如果你行张床上去嘅话，仲有极充裕嘅位置俾你放收纳柜啦、书台，甚至咧放埋摆设都绝对冇问题。而呢间房咧，亦都系够晒开阳，整体全间屋都系厅房同向，睇到咧同样都系一样幽静而开阳嘅沿海景，非常唔错。再嚟同你哋睇睇主人套房啦。呢间房咧未计浴室位啊，都接近150平方尺 ，L 型嘅间隔，仲有埋两边嘅对流窗添，超加分啦！因为位处大丹边咧，睇到嘅景观更加之辽阔开阳，采光度更加之高。呢、这个 L 窗咧，除咗可以环回地睇到更开阳嘅南巴拿海峡，亦都可以睇到更加多嘅幽静远景，景观咧系非常之开阳舒服，够晒立体噶。而呢间房咧，如果你放咗张双人床，仲可以做埋两边床头柜啦，床尾放埋电视柜，做埋一立深厚嘅衣柜，绝对冇问题。打开呢个对流窗咧，有少少惊喜位噶，除咗可以通风之外，望翻出去仲可以睇到西九文化区嘅 M 家博物馆，同埋啱啱落成嘅故宫博物馆添。里面仲有埋浴室嘅位置，附设咗淋浴同埋浸浴设备，同样都系有窗噶。另一大加分位咧，就系呢一度改咗做一个可以调光暗嘅智能镜架，令到成个浴室咧更加之明亮，非常唔错。再嚟经过走廊位，同你哋睇埋客厕嘅位置啦，保养非常之新净，
有窗之余，亦都附设有淋浴设备，仲系有按摩花洒功能添。整体全间屋都系啱啱装修执漏好晒，地板墙身亦都系保养超新净，成间屋都系方正实用。你想放啲大件嘅家私摆设，放六至八人餐台，甚至放一个大嘅电视柜、书柜都绝对冇问题啊！这种保养非常之新净，还要连一个市值接近400万的车位一起卖给你的优质大单边三房沿海景露台卖盘单位，市场放盘必定是本月必走啊！有兴趣的话，欢迎随时联络我 Lily 约睇啦。如果想了解更加多尖沙咀九龙站附近一带的笋租卖盘的话，欢迎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 Lily Shum 沈浩利沈浩利。多谢你们的支持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拜拜。